你也适合当拍那种静态的那种照片，真的吗？我要帮他手穿得到，你看他漂亮吗？没事的，自然一点，因为这个只是说今天大家比较知道的人是我，我要帮他穿到，我还可以补光，你看，很专业。我还可以用更细的针帮你穿，就用一点点的帮你穿就可以了。所以是穿进去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穿进去。这个针头后面有个小孔，然后就那个针可以卡在这个地方，就顺着再过去就好。好，我也不穿上衣啊。我们是用医学等级的针头。你看，医学等级的针头，不是什么医疗钢、三小钢，那个骗人的。这针头还有保存期限，是到2021年4月8号，这怎么可能会坏？绝对不会坏。这个就是一个厂商的心机，他就是因为把你打上保存期限，你这样时间到就要去跟他再买。戴一下手套。然后我会帮你上这种药。这水果，这个它抗生素比较高，它可以防止细菌滋生，比较不容易去感染到。那它比较远，它不会结痂。我要换一支针，因为我拿错规格，这个多点点的。如果说7个小时以上，我们需要3个人来派遣的话，代表着有40%的航班，我们认为都是疲劳的航班。中国航空客局说，场光是地上诉求，非使人力就谈不拢。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，那我们希望来增加一个人力来增加这个安全的执行的。像这个证全新的呢，拿出来，我们还是在小组部。那这样或许比较符合，首先他们对于疲劳航班的这个诉求。中国的谈判桌，德国周日上午10点半紧急会议，来计算飞行时速。好，你好。指挥方案，但为何这一两个小时对劳工影响这么大？有机师在网络发文，执行非常任务的时候，明天应该是有。3个小时到公司报道，若是班机早上10点起飞，没关系，就明天不用赶，因为今天的人多。车也多，哎呀，哦。明天我应该是8点，8点，应该是8点到11点我都在的。哎，啊不会。因为这边我都习惯了，没有为什么。飞驰人力成了罢工延烧的重要关键。TV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我是修杰，工作时期好健康，我的祝福不迟到，祝大家诸事远航，快乐。江湖江不痛。拿5分钟去就好了。
己不好。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个特征，你这种人的话都是自己比较精致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先帮你找一下。好。你起步啊，就是球。哈哈哈啊，昨天没穿白色衣服，真的没关系。通常每一道流程比较多的话，我们要挤压嘛。啊，现在怎么样？他在冒雪上。有没有看到在冒雪？每天都是在冒雪，我一直觉得他们应该是冒着雪。而且这样子，这样子是比较不好吗？不然就是你刚好遇到我。穿搭不会遇雪，不会流血，因为他是打过去摆了之后撑开，像钉书机那种感觉。这样，因为刚刚他一直冒血出来，现在比较少。他这个是王健。是我呀。那你汗毛比较多。我汗毛比较多。汗毛比较多是。这种就是他的低吗？也不好，因为这个没办法假装。你看你手的汗毛比较多。没有，我的毛，我连脚毛都很多。那你应该觉得不好。没有到非常不好啊，看你。啊，今天赚到是不是？而且你看，如果说以面相来说的话，今天上次比较。吧，这种人是比较无情。可是我觉得我整身不会很薄啊。上唇、下唇还有下唇还蛮性感的。你有时候其实都是环境造成的呀，因为环境让你不开心，就是脾气就变差。我当然啦、啊。对啊，是长大之后脾气比较不好。对啊，算了哦。好、啊，我们现在注意他有没有流血。好。亲自发送的红包，几乎每场必到的韩粉半夜三点就来排队。这个喷血是吗？我开心的事情。今天韩市长出现，民众又叫又跳，还拍手叫好。为了领到市长亲自发放的红包，民众大排长龙。一早没吃早餐的阿贝啊，还等到头晕目眩，被紧急扶到树下休息。这个是什么现象？就是有时候我们这边比较上火。对啦，觉得没对。哇塞！亲自送来的红包十分关键，还好阿北休息过后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上火上火比较，血压会比较高，会把血压给低下来。血压。但是还不至于高血压，哇塞，比较好。我只要喝一口两口，我怎么就那个，就是很不适合，就不太适合喝酒。那比如说你有一种，你喝酒会得到食道，没有没有的，因为你对基础代谢不良，才会这样。就是没有那个分解，然后就会比较容易流在。对对对。
的部分。对，然后像我和你刚刚讲，可以像日本不是都很漂亮的水果酒，然后可能才3%那就可以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喝那一瓶以后，就整个那个腿啊，肿到。那结婚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拿那个茶来证明永久。比起去年26%左右，没有，是我很少，而且我喝也是会。人潮，周边店家甚至聚集了在外围的摊商。没有，可是偶尔，比如说近期活动办，我会去请客，他可能就会喝，会喝一点。那本身在里面，这边都没有挤满人潮，而店家的手就是没有停过，而且除了市府规划的摊贩区，我认为都会园区的那个促销的摊贩区。这些行政会已经和了摊贩卡位，不过摊贩才来原本1个小时，大桶的卤味已经快要见底。1个小时多少？今天1个小时大概是卖2000-3000的。今天呢？今天哦，1个小时吗？小小的卤味摊车1个小时业绩翻了3倍以上，根本不够卖，但同样赚钱。哇，还不错，看着。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看。因为晚间10点一到就得关门。另外一边我看一下，先。我这样半遮面还蛮美的。哎，怎么称呼？朋友都怎么叫？心里有。哦，你是蔡奇亚美啊？对，我是蔡奇亚美。哎，在路上叫心里，可能多人都转过来那一种。对。为什么你要叫心里知道啊？因为父母希望你开心的。是吗？他好像是双面。啊，双面那时候。你让人进一个，大家都是你。反正就太强。